昌盛苑和雍盛苑都位于粉岭的南面，相邻而建，自成一隅，居住环境宜人。屋苑位置偏离港铁站，但胜在附近有商场，又有巴士和小巴网络覆盖，有不少的捧场客。昌盛苑建有四座物业，采康和一型设计，每层设有八伙，主打套三房单位，只有昌正阁和昌少阁有两房户型，单位间隔厅房分明，颇为实用，适合家庭户。昌盛苑没有商场，但步行数分钟就可以到达邻近的雍盛商场和华明商场，内有街市和各类民生商铺，日常生活所需一应俱全。而隔离的雍盛苑一共有三座，只有雍汇阁是可出售的居屋，采和谐式设计，间隔灵活，户型上更多元化。屋苑附设儿童游乐场、户外羽毛球场、篮球场和排球场等设施，供居民消闲娱乐，而且自设商场，日常购物方便。昌盛苑和雍盛苑近华眉山，向西北或北面的外围单位大多享有开阳山景，但屋苑南面为坟场，选择单位时要留意坐向。两个屋苑离港铁站稍远，但隔离有小巴接驳至港铁粉岭站、联和市场和大埔，同时多行几步就是华明村巴士总站，有多条巴士路线来往港九各主要地区。